的，榴莲的，还有抹茶的，对。再巧克力的，对。这个大是虾，虾对。对，这是糯米做的，确实麦芽糖。是糖啊？对，确实麦芽糖。麦芽糖啊？对。哇。啊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还价的。你是日本的还是韩国的？韩国思密的。别做鱼了，你做的肯定是我是鸭子，我做的鱼。张哥，张哥，不要吃了，水了。张哥，再来给你做一个。我的鸭子做一个，下面没有光了，下面太黑了。下来做，下来，哎，再来，再来，那别人吃，下来，下来，下来做，下来，站在这里，对对对，站在中间啊。18块钱一碗，然后8块钱汤包片。
真可以，这快来我们吃面。真没有汤，上面才有汤。凉面。凉面真没有汤。不要辣的啊。好。乖乖的。倒上来行了，再配。哎，好嘞，好漂亮嘞。还有一个油泼啊，汤不要太多，照照照照照。啊，那就是我们，是你们吗？对，我们在这四两年多了。这不是我们山。汤米大米都有，吃米这可的吧？
没有。好嘞。出来了啊！别着急啊！忘了呀！还忘不了，还能忘？还能忘？然后一个电吧。对，那我加个电的可以。这样没问题。好，慢点。我这一个面，十八了。这是不是没有那个圆的面劲道呀？这个面更劲道，你搞错了。这个面最好的，你急了，我得给一个面给你，你都嘴硬了。我不是急了，这么长时间了，我有点忘了。哦，对，你养到一块来了。你们是你们一个命啊，哪里好了？哎，好嘞，帅哥，能吃辣是吧？啊，少放一点。微辣。Okay. 好，没问题。辣，少辣。醋少许。累。韩国人，我跟你他讲中文讲的，你不他不说他是韩国人，根本就不知道他是韩国人。讲中文，好的，微辣吧？嗯。对，就扫个二维码。招牌的，十二的，十块的都可以，你选。十块。好，扫个二维码。要不要辣？招牌的，十二的，直接扫这个就行。要不要辣？不要辣。好。一十元。好的。哪里的？对，招牌的。你是不要辣吗？十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不要辣。微辣没有。十元。
美女微辣的吧，美女。对。好。但没人手背的了。帅哥也微辣，好吗？好。你要出去吃吗？对，可以免费给你打包，我给你打包，你溜个圈回来打包也可以，我给你打包。12直接扫就好，对，招牌的连塑床都扣都有。在外面
点点会搞呢，我搞多啊，搞多，你那小手套会点啊？你扫我是吧？你是哪个哥？你头发掉了吗？你扫我啊？嗯，哎，我扫你了。来、啊、下一个。你来冷一下，你来拿辣椒，小公主，把你那个糖啊。有，发现燃气爆炸，十二人死亡，三人殉职。等一下就到了，小公主。你那个棒棒糖也可以了。我的妈，回报吃饭包的鸡蛋爆炸也不得了。我的妈，这小公主。这是塑料的，啊，我又说泡沫的，那泡沫的。这是棉花棒，还棉花棒。因为这棉花糖现在很难做，天气热了，要冬天就好搞了。好玩。对，好玩的好吃。这个就是把一个糖丝给它做成造型嘛，还小兔子都可以做出来。小口小狗了，它都可以做出来。还有小黄鸭做出来是好看。来，帅哥。他照一下，糖果呀，老师给。他底下的狗都不行了。啊，棉花糖、泡泡糖都可以，写名字都可以看看了。啊，写名字都可以的，看看了。这给你做一个造型了，等就花式的了。他要先做，可以的，就做。来，我帮你的了。怎么卖的？这十块钱一个买吗？紫雪。两位紫雪。王总要吃个棉花糖了，免费吃个棉花糖。减肥糖。要是小兔子可以吗？你吃。这两份给你再吃吧。啊！这是什么？你可赶紧给老板，赶紧弄个。好人他妈都可以挑，看看啊。
今天找了个大哥的啊。好嘞，谢谢。妈，怎么样？张德旺。怎么说？我家也跑了嘛。向你珍惜眼前啊，过一段时间过来就要排队了啊。辣椒。过段时间你可以跟别人签了，这老板我经常，以前经常到过来。你看人家现在生意火成什么地步，老板火的都没边了，我说。这老板什么都不会，就会吹牛逼。加个床是吧？十一块钱送你一片豆干啊！好的，谢谢。这个也是吧？都是啊！只要是车上的二维码，我靠，老板就差脸上没贴了。我说两个我贴一个，你再说这个是不是？只要是老板车上的都是，就算扫到别人车上也关你跟你没关系。快进到账，11元。你看这声音多响亮！
鸡蛋灌饼。加卤蛋了。加什么饼？看看啊。加一个卤蛋。啊，六块。加什么饼？然后五块的不要辣椒。鸡蛋灌卷饼啊。灌饼，灌饼。因为你还没有鸡蛋的菜了哈。来一个家里装的。我来看一下。四块。哎，你这要煎饼吗？啊。煎饼。来，煎。上一个加卤蛋的。来，别吃钱。要一个灌饼。他们有鸡蛋了，还要加一个吗？来，点两个，我先去找我爷子。冻吗？啊，冻了。Yeah.
前面的油看看啦。这样报名叫几多？那七块。七块加五块五。大概五。质量是肯定，自己拿吧。大的没有了，对啊。这边没有，你要拿哪个鸡了？怎么搞你？拉下班了吗？过来看看啊。